卡罗琳，你站住！卡罗琳。姑娘卡罗琳也是个机器人啊，卡罗琳。
不好了，凤元落入他的圈套了。这下坏了，雷奥将会怎么样呢？放心点，这下你们都知道了吧？对了，这个气球就是怪兽普雷夏用来关雷奥的地方。德福很危险，队长，让我去吧。之王，据传说，奥特之王在雷奥之星和光之国的某处生活着。然而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他。奥特之王拥有神奇的力量。在第二故乡地球上为正义而奉献年轻的生命，对于这样一位勇猛的斗士，奥特之王把他的传家宝赐给了雷奥奥特曼。奥特之王所赐的传家宝充满着神奇的魔力，于是就发生了这样有趣的故事。
由于怪兽乌里有强大的意念，雷奥不能施展他的功力，只能和他进行苦战。可是雷奥，这是太危险了。雷奥知道必须在怪兽屋里施展意念前一刻给他一击，除了这样做别无他法。雷奥在作战中偶然发现，利用雷达的反射力将意念反射给乌里自己。雷奥设法把乌里变小，决定带乌里返回宇宙中去。马格玛星人终于下决心要杀死仙鹤怪兽罗兰，因为罗兰不愿意嫁给他。
隐藏在陨石星中的宇宙恶灵阿克玛耶星人终于从陨石中出现了。恐怖的宇宙恶灵阿克玛耶星人使出了恶毒的绝招， Leo 处于危险之中。在这关键时刻，从远处飞来了一个圆球体，那就是 Leo 的弟弟阿斯特拉。哥哥，阿斯特拉，阿斯特拉终于把阿克玛耶星人囚禁起来了。然而阿斯特拉又会去哪儿呢？这将是谁都不知道的广阔的宇宙中。熱い使命が体中